交给南摩，底线王绿翔看了一下篮筐，稍微有点犹豫，还是被他砍进了。在这个位置，钢铁人连续命中两记，系统都还没有很稳定哦。是，即便是这样的情况下，场均6.3次的助攻，目前也是联盟当中的助攻王。另外一位跳出来的后场球员王绿翔也拔了一个三分。跟克拉索夫的小组配合，仅开一点点的空间，王绿翔在同一个位置砍进了一记三分球。细节没有做好，一旦被梦想家抓到，这个分数还是来得很快。王绿翔拦截第三颗的三分球，看看能不能透过这一记外线止血啊！王绿翔四十五度角三分线外再投进，王绿翔 on fire。两波进攻节奏打得很快，艾伦现在是王绿翔来打，也都有点像是想要靠着个人能力去打烂仗，最高的一场比赛。而在赛前，梦想家的场均得分仅有86分左右，这次罚球有罚进，是两倍吗？那这场比赛呢？值得一提的是，两队有一共投进了34颗的三分球，也改写了联盟纪录。